对啊，有想到金钟奖他就拿过啊，他影后级的来了。好，我们请一晨呢拍几张美丽的照片，也感谢今天很多城堡的粉丝来给我们加油打气。记得10月23号今年秋天最重要的一部台湾电影，一定要进电影院支持234说爱你。好，请照顾一下左边的粉丝啊，好，右边的粉丝，好，都没有声音的哈，修表姐，修表姐，好，中间的媒体再来照顾一下，谢谢。好，看一下我们中间偏右的这位大哥，来，一晨中间偏右戴眼镜的这位大哥，好，谢谢。好，请四位合体，来，四位合体，先拍一下照片啊，四位合体，好。在这电影当中还有许多硬底的演员，今天虽然不客气来的，没有关系，我们进电影院就可以看。